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20个字的拆法。我们从画开始，画的话，我们是先取五一，接着呢是四一，这里，啊，砖的话上面是拆一六，这边红的话左边密字边二八，再来的话是一一，这里。雨的话，我们是取一八，它是一个字根。然后吉的话，左边是五六，这里。刃的话，左边是六零，这里。片的话，本身是一个字根三五，这里。养的话，上面是先取八一，再来是四一。接着呢，再一个八一，这边，再来量的话是先取零一，再来是横一，这边，线的话左边密字边二八，再来是撇九，这边，啊，接下来呼，上面的物拆成两个部分，先写九五，这样是一个字根，这边。班的话是撇九先，再来的话是七六，这边，包的话九五先取，这边，剑的话人字边取八，再来的话是九一，这边，草的话正交四，再来是零一，这里，汉的话是先写三八。再来是四零这边，再来变的话户，然后是盖子七，这里细的话上面虎字头三二，这边再来猪的话言字边六零，再来的话是取四一，这里谁的话六零先取。这边好，接下来我会拆全码的部分。画的话，五一写完之后是四一，再来是田零四，最后是横一画。砖的话，上面是一六，再来是一个正交四，然后是点六。红的话，二八密字边，弓我们是拆一一。雨的话本身是一个字根，所以是一八。再来吉的话五六，然后七，这里。刃的话言字边六零，然后刀是取七，再来是一个点六，那最后的心呢是六六，这里。片的话直接按三五，它是一个字根。养的话呢，上面是八一，接着是四一。那下面的十呢，一样先写八一，然后再来直接跳最后的二八。量的话零一，然后横一，再一个零一，最后呢四一。这边线的话，左边密字边二八，再来是撇九，然后零一，最后的水呢三八。好，那再来呼的话九五，再来是九九，那最后的心呢六六。班先是撇九，然后是七六。再来右上角的二，最后呢右下角的五八，包的话是九五先取，然后是五一，最后呢逆弯二，这边见人字边八，然后九一，最后正交四，草的话正交四，然后零一。
再一个正交四，汉三点水三八，再来的话是四零，最后呢是一八。变的话，户取五，然后再来是盖子，接下来是正交四，最后呢错字边六八。好，再来细的话，三二先取五字头，接着呢是一零，然后是八一，最后呢二六这边。再来珠的话，言字边六零，然后呢四一，再来是一个撇九，最后是零一。好，谁的话，左边言字边六零，再来八人字边，最后呢六一。好，以上是这二十个字的讲解。